的人气直播美味秀。Hello， 傍晚好。大家傍晚好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煮一道新菜色，香肠焖木耳。我妈咪，你拿香肠焖木耳，这样等一下天津给我吃。香肠焖木耳，你讲，香肠焖木耳，这很 creative。我们先把今天一道菜色哦，我们都很爱吃的。咖喱鸡，有没有粉丝喜欢吃咖喱鸡的吗？来，我们来举手一下，多少个粉丝喜欢吃咖喱鸡啊？很久没有煮了，妈咪，你咖喱鸡哦，多久了啊？半年有耶，很久以前，很久以前煮咖喱鸡，因为哦，小贵来龙哥家，搬来龙哥家了，所以很久没有煮那个，没有煮过咖喱鸡给他吃，然后就想到煮咖喱鸡给他打包，咖喱。等我一下啊，咖喱鸡，是没写错字啊。咖喱鸡，好的，我们先把咖喱鸡第一道菜呢先煮起来哦。喜欢吃这道菜的粉丝们呢，记得分享给家人们跟朋友们哦。明天呢可以去买材料，周末呢可以煮咖喱鸡了。我们先把呢多少的 potato 先炸起来，三粒 potato 先炸起来哦。咖喱鸡 ，Andy 秀整半年都没有煮哎，哇 ，my favorite， 喜欢吃咖喱鸡的粉丝们啊，给我们打一只公鸡上来，来打一个，Andy 在那边笑一下，打一只鸡上来，叮，所以我们知道有多少喜欢吃咖喱鸡的粉丝们在线上哦，叮。师妹喜欢吃咖喱鸡，咖喱鸡，师妹该打错字啊！咖喱龟 ，Good evening， 大家傍晚好。知道很多粉丝们哦，待在家很无聊哦，不用紧，可以跟我们一起直播，一起学煮饭，分享煮饭，聊天。然后粉丝们呢，如果太无聊的话呢，可以找朋友打电话啊 ，video call 啊，反正时间就很快过了。我们先把三粒的 potato 先炸起来哦。啊，弟兄拿切块，你看到吗？一粒，你一次一粒切多少份哦？多少份吧？应该二四六八，一粒切八份哈。大家傍晚好，喜欢吃咖喱鸡的粉丝们不要错过了。来，妈咪怕饿，怕热，师妹在打公鸡。因为今天吃咖喱龟，第一道菜先把它煮起来先。你好，小粉。Andy Shu， 那咖喱龟龟咖喱呀？是咯，很久没有想想念那个，还要淋那个咖喱汁，淋在那个面上面的味道。想到学校的是吗？小时候的味道啊。学校是。学校的小时候，他买一个面啊。没有很小，中学。中学了啊。他讲小时他以前中学的时候。他就买了面，然后就淋上咖喱汁，就想要什么用加料、啊。很多人喜欢吃咖喱鸡哦，所以大家会想念一下。My favorite 咖喱 chicken with bread， 我还可以沾面包哎，那个明显是可以沾面包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鸡肉，我刚才腌的啊，这边一只鸡，一鸡肉半，一鸡肉半的咖喱鸡腌好的。我腌那个一茶匙的黄姜粉，一茶匙黄姜粉来，你去跑掉了，房间。来，我们腌了一茶匙的黄姜粉哦，这个跑出来了，这个是上次张红送来的黄姜粉啊，它里面是这样子的，一茶匙的黄姜粉哦，我们拿这个一茶匙的黄姜粉，还有呢，还有一茶匙的那个酱油，一茶匙的生抽酱油。一汤匙的这个哈马达亚酱油，你要放你喜欢的酱也可以。还有盐调味料，还有呢？没有了。好，我们复习一下哦。这边是多少的鸡肉呢？一斤半一只啊。我们切成块状，然后呢，清洗干净后呢，我们就加入了适量的盐、调味料，一汤匙的生抽。然后呢，一茶匙的黄姜粉哦。然后呢，我们腌制多久呢？腌一个小时多了哦。这边是一公斤半的鸡肉块。你可以帮我腌制的啦。鸡肉是在哪里买？粉丝问你。那个巴沙马兰那边。巴沙马兰后面啊。巴沙马兰前那边。
一样啊。巴沙马兰附近啊？巴沙对，旁边就是啊。妈咪，你的粉丝问你巴沙马兰在哪里？布吉那巴沙的旁边的店。啊，布吉英达买的，布吉英达的买的。他有卖你锅肉的鱼滑，今天去看到了。你跟那边有卖啊？你粉丝，你们要是不听，那可以去那边买那个鱼滑，你够肉的。问题是你的粉丝很模糊，到底是哪一间？巴沙马拉那个黄金那边啊？啊，黄金啊，那个 online 也是 online 送货了。online 送货啊？那个什么名哦，不知道哪店叫。OK， 下次叫阿弟就拍一个照片啊，跟你们讲去哪里买。我那有啊，我那有出来啊。嗯，你的粉丝有一点含模糊，不懂是哪一间店。我今天去看到他卖鱼滑。啊，鱼滑有卖，那间店不止有卖鸡，还有卖鱼滑。有干蹦鸡啊，有肉鸡啊，然后有鱼滑，那鸡肉 OK 啦。我们先把这个三粒的马铃薯哦，先炸起来。这个马铃薯有加盐呐、啊？这加马铃薯有加盐呐、啊？那刚才这年泡盐水，然后现在我就是放下去。有过盐水哦，过盐水才炸哦。为什么过盐水才炸？没有啦，它会黑吗？刚才早早准备住。哦，所以你切了的那个 potato 哦，你可以过盐水的，这样你的 potato 不会黑掉。对。我们先把第一道菜呢，咖喱鸡先煮起来哦。先炸一下，不会很多啊，里面。好，先把它炸一下，炸到金黄色备用先。记得在家在油炸的时候要注意油温啊，烫啊。喜欢吃咖喱鸡的粉丝们，给我们一个鸡的图案哦。妈咪该在那边笑一下。会有人给吗？有粉丝会写的，有粉丝写成牌，巴萨有卖，嗯，对，我一直都有看哦，你们直播好看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可以呢，不要日子不要快过，嗯，然后新来的粉丝们呢，可以跟我们的学长们打招呼哦，欢迎你来到安迪叔叔大家庭哦，就是来学煮菜，要是那种厨娘啊头。那个厨娘厉害的厨娘就叫新粉丝 啊，你可以跟新粉丝分享，可以继续维持住家族而已啦、啊。然后呢，怎样简单呢？就是有一些厨房小贴士可以跟新粉丝们一起分享哦。大家可以在家里轻轻松松煮好吃的料理呢，给家人们吃。在家里送。好，这个呢是已经腌制好的鸡肉块呢，1.5公斤，我们加入了适量的盐，调味料。然后呢，一茶匙的黄姜粉，一汤匙的生抽，我们腌制至少1个小时多了哦。你腌越久呢，越入味。哇，都粉丝跟我们一样喜欢吃咖喱鬼。我今天煮那个比较干的。啊，我们今天煮干咖喱的 style 的啊，干咖喱的 style。今天没有煮酱油，那个什么？啊，来，我们先下锅给它过油一下啊。给它过油一下，给它香一下。啊，香一下。不要太辣哦，奉先跟你讲。今天没有放那个，没有吹小辣椒。今天没有吹小辣椒，所以不会很辣。有放黄姜粉，小心烫啊！大家记得在油炸过油的时候呢，要注意安全。有妈咪，很多粉丝跟我们要想吃咖喱鬼的，而且马来西亚哦，其实很文明，都是吃咖喱跟印度的咖喱跟我们咖喱可能有点不一样哦。印度的咖喱呢，可能会比较偏辛辣。马来西亚的咖喱呢，我们就会比较微辣、中辣左右。为什么要过油呢？我今天要给它皮一点，一点焦焦。安迪讲要皮给它一点 QQ 的感觉。我是老同学了，我跟你讲。老同学是谁？叫什么名？粉丝，没有了，老粉丝了。今天多少是 case 啊？我还没去看呢。没有出来，我刚才找你。今天没有出来哈、啊？今天到底几个 case 啊？系统到了，可能看不到哈。是没跑去看一下，没有报。班长会问这个问题，奇怪啊。刚才留下没有报。就我们的 case 有多少个啊？有没有粉丝收到了？不哈。不知道要报多少。谢谢大家分享喽。我去看一下。我给你教一下啊。你教一下才上这门。还没有看到哦，17号的还没有跳出来。快跟粉丝会问今天几个 case。刚才去看见是没有。大家傍晚好，谁生日？我看到有粉丝写 Happy Birthday 哦。谁生日啊？生日快乐！嗯，谁生日？来，下次呢，粉丝生日跟我们讲，我们一起跟他一起唱生日歌。我们先把这个先油炸起来，过油啊，你不用炸太熟哈，油炸。嗯。12528哈，今天。是吗？不懂，我还没有看到新闻。12528。昨天是12541人士。煮阿亚梅拉是吗？还要过油的。没有，今天。
咖喱鸡，咖喱鸡煮，我想煮一点那种脆皮，那种一点皮有点口感的，有点口感的，放一下。一样啊，十二千几啊，十二千多，一二五二八哦，还是写。我们现在是日日破万，不是梦了。一二五二八，粉丝全部看了，每天在看，每天在家里倒数那个人数。他们现在就很大型的筛选哦，验 COVID 嘛，所以做 test 嘛，所以可能最近会很多 case。好了，我们先把这个腌制好的鸡肉块呢，先过油。然后安迪叔特别什么特别去过油呢？是让它的表皮有等一下有点口感。哦，懂为什么你把那个potato 先炸起来才炸你的鸡啊？来来，那油要黑黑吗？因为油，因为这个鸡呢，它本身有腌制过、哦，所以那个油会沾到。所以我们先把 potato 过油了，才把这个鸡下锅。我们用中火慢慢的油炸，一万多起啊！大家保重啊，尽量不要出门，没有必要不要出门。哎，不要加蛋，大家知道。今天 curry chicken with potato 啊，对，我们今天煮一道菜呢，我们家小朋友喜欢吃的香肠焖木耳，他应该会吃香肠。哇，我们看他的那个鸡肉，一点五公斤的鸡肉块，我们加入了适量的盐、调味料、一汤匙的生抽。一茶匙的黄姜粉，然后腌制呢至少一个小时以上，所以很热。今天比较热一点，没有下雨就热，没有下雨就会热。我下不上来，来，不打行啊，不打。好了，准备第二轮了。还说901中小学开学、啊，打针先哦，大家去打疫苗先。现在每个朋友全部在等这疫苗的appointment，应该很快了，因为他们疫苗全部进来，马来西亚的疫苗4500万支，应该可以打一半哦。好吗？对了哈。今天很热，煲凉茶喝，喝多点水啊。喝不掉。可以啦，看完了，吃过搞定。应该蛮没烫，修修修，小心烫啊！烧有食谱吗？你们可以在重播里面哦，找到食谱哦。这个是一只鸡，1.5公斤。在重锅里面有 ，Andy 秀怕不够吃，因为我们6+3打包，所以呢怕不够吃要煮一整只。来，我们先把第一轮炸好的，嘿，小心烫啊！记得大家在油炸的时候呢，过油的时候要注意安全。现在的疫情哦 ，case 很多，大家尽量呢。没有必要的话，尽量不要出门哦。很多粉丝都是出门呢，可能买一些 grocery 啊这样子。对呀、啊，不可以回来了他。我们先把这个鸡过油，香喷喷的。黄姜粉可以改咖喱粉吗？可以呀、啊，可以。放点黄姜比较香啦、啊。第一特地放黄姜的是因为它比较香一点。黄姜比较香。我们把它过油了先。你没有发现到你喜欢吃那种鸡呀、啊，都要有口感，尤其是皮哦。你喜欢吃那个皮哦？你啷讲？我啷讲？不一样的粉。衣服快要干了，Curry chicken need to fry first。好，腌料呢？这里有1.5公斤的鸡肉块，我们加入了适量的盐、调味料、一汤匙的生抽、
一茶匙的黄姜粉，然后呢腌制至少呢一个小时以上哦，你腌越久它就越入味哦。拌完好，大家拌完好，嘿，来给妈咪弄一下，我先看啊，继续。我们过油啊，先把那个表皮呢煎一下。哎，好像大家都爱吃咖喱，咖喱每个都喜欢，咖喱每个都喜欢。不辣不欢哦。马萨咖喱阿呀，外面都晒阿呀嘛，过油过油。过油一下。煎煮的咖喱鸡是带干的。把那个鸡皮的油给它煎一下。对，我们煎那个鸡皮。鸡皮的油煎一下。好了。我们刚才先把那个 potato 三粒先炸过油炸起来备用。然后现在呢，就是把这个腌制好的鸡肉块呢，过油备用哦。好了，哟，龙哥，你今天打包咖喱鸡了，咖喱龟，咖喱，还有茶米，安迪想念他中学时期的时候呢，炒那个面哦，然后淋上那个咖喱汁的那个感觉。好了，过油差不多了，小心烫啊，记得在油炸的时候大家要注意油温哦，要注意安全。拌完好，亲爱的粉丝们可以跟我们的学长们打招呼哦，有任何疑问呢让学长们跟你一一回答。Good evening, everyone. 来，差不多了。I like curry chicken. 也很多喜欢是咖喱鸡的。我弟也喜欢，我也喜欢。我本身比较爱偏辣的东西，像麻辣锅啊、麻辣香锅啊，我都爱吃。先把三个 potato 炸了先，然后我们才炸那个腌制好的鸡。你腌越久呢，就越入味哦。好了，这个鸡不会老。啊，这个鸡还算是不错。这个是那种炒什么面？广东方面，广东经济面。经济面啊。来，现在也在可以做啊。完好，明天可以早上去买一只鸡来炸了，过油了过后，然后就可以煮咖喱鸡。来，我们现在呢，先把菜先炒起来，对吗？那个鸡放哪里？放在砂锅。放在砂锅温呢？你的那个黑色的砂锅。先把咖喱鸡放砂锅慢慢焖先。炒起来。好，我们先炒起来先。大家拌完好。龙哥 ，fried potato tree enough for you 嘛？有啦，够他吃啦。他不敢吃的啦。他不敢吃太多，他会选择吃多一点鸡，他会打包多一点鸡来吃。好了 ，nice， 来很多咖喱鸡的粉丝爱吃的。我们现在先把锅烧热啊。然后加一点油。I also fried potato and chicken before. Cooking them in a e-curry gravy. Oh, love Malaysia curry. 大家拌完好哦，你们可以去重播考照食谱哦。找不到食谱的粉丝们呢，也可以去 Telegram 里面找。我们现在呢，先把两只的香茅下锅爆香。是咯，现在不可以去吃海底捞啊，别再吃假海底捞。可是我觉得打包火锅吃有点怪怪的，感觉少一个味道。还，我觉得可能吃的那个氛围不对这样。火锅。OK。
我还是比较喜欢在那边吃火锅，然后有人有围着那种感觉。Fried before cook curry tastes well different and delicious。好，我把 Telegram 写给你们了，你们可以自己加入。好，我把 Telegram 给你们了，你们可以直接加入 Telegram 呢。每天早上，如果安迪是今天煮的食谱，明天早上就会发哦。好，我们加多少的自制辣椒酱？两汤匙自制辣椒酱哦，255。200克的干辣椒，500克的蒜泥，500克的小葱头。然后呢，我们用搅拌均匀过后呢，跟油一起炒香备用，没有加任何调味料在这个自制辣椒酱里面，你们可以直接等冷却过后呢，收藏在雪格就可以了。粉丝写什么啊？有点卡卡的，你们的线有点卡卡的吗？因为粉丝说他的线有点卡卡的，我刚才在看这，我的线是 OK 的哦。叶师妹现在呢会拿着一个电话来看一下直播有没有断线，因为有时候有一点卡卡的。好了，小心烫啊，继续。我关火，我要炒那个火。来，这个我们爆香了，爆香了香茅后，我们就把两汤匙的自制辣椒酱加下去。两汤匙的咖喱粉。没有事，没有卡哦。来给你看一下咖喱粉，是这个上次呢我们在那个巴萨马兰的时候买的。米巴萨马兰啊，你刚好傍晚去。米咖喱 powder 咖喱粉，这个是马东哦，新加坡我看到他在那个小印度有卖，然后呢这边你要去 Bukit Indah 买，你也可以买你自己喜欢的那个米咖喱 powder 也可以，这是刚好我们买到呢。安迪就觉得很香，所以他就继续用这个咖喱粉。好，我们加两汤匙的 meat curry powder 过后呢，安迪就把咖喱叶呢下锅炒香，然后就把我们刚才炸好的鸡肉块呢加下去。人家是不够咖喱粉再加啊，不够咖喱粉你们可以再加。我们现在煮这咖喱鸡，咖喱鸡。对，咖喱鸡。哎，马董，是龟卡哦，凤吉斯可以堂吃，大家想念出门吃的时间，想念呢围着火锅吃的感觉是吧？我们先炒香，我们先煮的咖喱鸡呢会带点干啊。干的咖喱鸡啊，对，咖喱鸡，那我们炒香，现在颜色很美哦，已经嗅到很香那个咖喱的味道，汤汤，很香，很香的咖喱鸡的味道来了，然后加250ml 的水，哇，它的咖喱的香味很香。今天6+3，三个人打包。哎 ，Pretty the chicken got put yellow ginger， 有黄姜粉油。刚才我们。1.5公斤的鸡肉块呢，要妈妈嗅到咖喱粉来了。1.5公斤的咖喱呢，那1.5公斤的鸡肉块呢，我们加入适量的盐，调味料，一茶匙的黄姜粉，然后呢，一汤匙的生抽，我们腌制至少一个小时，然后安迪秀就过油哦。过油呢，我们就也把这个 potato 过油。我们加少许的盐，然后我们刚好呢准备好这个过油好的鸡肉块呢，我们就烧热油爆香两只的香茅，加入两汤匙的自制辣椒酱，两汤匙的咖喱粉，
然后还有加入呢少不了的咖喱叶，然后呢爆香后，我们才把过油好的鸡肉块加下去，一起翻炒均匀，然后加250ml 的水，然后加少许的盐调味。够红吗？够红啊，那颜色美，这颜色超美。有奇怪哦，我发现到哦，你只要咖喱鸡你过过油哦，它的那个味道很香。我先尝试啊。等下你吃的时候口感怎么样？好，尝试啊。好，咖喱粉安迪秀总数呢放了3汤匙，还要更香。大家饭碗好哦。汤汤汤。那我们就翻炒均匀，好了，加多一个125ml 的水，我们总数呢加了300。75ml 的水，因为那个马铃薯会出水，马铃薯会出水哦，所以我们加水的原因。好了，好了，妈咪要换去砂锅了。我们把这个鸡肉块呢炒香好过后呢，就加入砂锅给它慢慢的焖煮，让它慢慢的收汁哦。二姐来了，星期一8月8号，5个人回到2个人堂食了。龙哥，阿邦就问你啊，这样多人你还跑去 jogging 啊？巴沙麻辣麦吉安弟现在在哪里卖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们也是不知道在哪里啊。不知道哦，不懂他在哪里卖哦。我放在边间里边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加完下去那个砂锅，然后给它慢慢开中火，慢慢给它焖，中小火给它慢慢焖，给它慢慢入味哦。今天炒咸鱼芥蓝 ABC 汤蒸水蛋，哇 ，Mr. 好吃的，我是很喜欢吃蒸水蛋，蒸蛋，有流口水吗？我们问龙哥有没有流口水。哦，下星期一就是8月8号啊。Outside house only, not go far。好，我们把炒香好的咖喱鸡呢，加入砂锅里面慢慢给它焖，然后把那个刚才炸好的 potato 呢加下去。大家看得到哦，煎的线还算还好。I like it too。我们很多喜欢吃咖喱鸡的粉丝都在线上。我们总共呢放了500ml 的水啊。为什么会放500ml 呢？因为我们有放 potato 哦。等下那个 potato 马铃薯会吸掉你的这个咖喱鸡的汤汁。加完下去啊。Can give the link to my work 啊，等一下我发给大家。好了，哎，马铃薯加嘛？嗯。来，我们要加马铃薯。那个黄色不要买这个，这个黄色很难吃，不要买那个。也是好吃，嗯，我一下子可以煮咖喱鱼头了。来，我们要把那个马铃薯放在下面哦，给它吸收汤汁。你可以弄那来耶，自己忙一下，谢谢。
放马铃薯先。我是看到吐口水下。粉丝们呢，等一下可以看回重播起复习哦，加适量的盐哦。这个鸡肉很美哦，还放点那个黄姜比较美。你放了黄姜腌过它，炸过油就很香。这个很快免啦，这个是那种农场的。杰西卡讲，你的咖喱的味道已经飘到 KL 去了，你们明天煮就真的是飘到 KL 去了。大家加油，大家你慢慢。加油加油，我们把那个 potato 下完下去。 Yuki 讲他包了黄瓜汤、素三层肉、青菜。这个是呢，我们刚才用的是这个牌子 Madong， 我们在那个 Basa Malam 的时候买的，你可以买你喜欢的。这个是 meat curry powder。 下播粉丝们呢，我看了他地址哦，他是在那个小印度那边有哦，你们可以去找找看。咖喱鸡好假。好，我们该把这个炸好的马铃薯下锅，然后我们盖锅给它慢慢的焖。然后还要反它哦，不断的一直翻它，让它呢均匀吸收那个咖喱的汤汁。日本黄瓜吗？嗯 ，I like to eat nice。咖喱都有一个的时光。大家都爱吃，只要是马来西亚，发现很多人，你问他喜欢吃咖喱吗？他都爱吃，煮太久就不好吃。煮太久不好，因为安迪需要给它焖那个 potato 软就可以了，然后我们就盖锅。好，我们先炒面先哈。好，先把面炒起来。还是我炒的把你锅来焖先，他把你锅啦，他把你锅焖先啊，面炒最好。要炒干了炒的，你先来来来焖先。咖喱龟，香肠焖木耳。好，我们先烧热油。然后呢，这边是，这边呢是一包的香肠哦，里面大概有一二三四五六六条，六条的香肠。然后木耳在这边，泡好的木耳在这边，这里，四
吃量哦，这木耳多少 gram？ 50 gram 的木耳啊。好，我们要不断的翻动我们的咖喱鸡哦，让它均匀，让它均匀收那个汤汁，咖喱汁。那我们就可以熄火了。我以为是 hot dog， 是台湾香肠。台湾香肠。香肠焖木耳，道菜是骗小朋友吃的。Cook curry, add milk， 哦，收火了啊！有，等下我们放蛋奶。放点蛋奶一下。这要过油哈、啊。我们先把这个香肠过油一下。有，那先拿下来。过油一下，这道菜哦是骗家里小朋友吃的，香肠焖木耳。来过油一下，卤鸭米啊，好米的这个，喂，来拉个蛋奶来，蛋奶来呀、啊。你的油会跑掉啊！不要吃那个口感，那是口感啊，用炸就可以了，不变的。没有炸也可以，不变的啦。没有过油也可以。香肠焖木耳没有吃过啊，因为这是来骗我们家小朋友吃的。我们家小朋友不为什么超爱吃香肠？这是台湾，这台湾香肠来的。你先把台湾香肠炸了先。那我们就准备那个木耳了。有没有小朋友，家里的小朋友跟我们家小朋友一样，都是吃台湾香肠的吗？大人也爱吃啊，其实我也是爱吃。Curry also can add yogurt， 没有试过嘞，我没有试过加酸奶耶。那个绿果才是。李宏讲，我第一次看到煮这道菜。这个是小孩子，我们家小朋友喜欢吃这个。那个加上来吗？来，先加起来。我给你烤倒哦。电视妹的夹的那个筷子技术没有这样好，所以我都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打拼。那马铃薯等一下把那个汤给它吸掉。嗯，马铃薯会把那个我们的咖喱汤。关火了啊！好，我们熄火了，咖喱鸡熄火啦。好了，关火了啊！好，咖喱鸡熄火了。那咖喱很香，我就是要咖喱的味道。Do they you cook curry chicken 啊 ？I see nice to eat 哦。好，我们爆香，葱蒜。好，我们那个咖喱鸡呢熄火了，好想念走夜市哦，知道我们整几个月走夜市了。把这个适量的葱段呢爆香，然后这里呢是多少克的木耳？50克的木耳。咖喱鸡我们已经煮好了，然后呢继续要翻炒一下，翻。翻炒一下，所以呢它就不会等一下粘锅啊。我们爆香了葱段后呢，把50克的木耳下锅翻炒。这个木耳呢也是很干净，然后呢还有呢就是的绿色豆粉啊，他讲台湾香肠油了，不要加油去。我们因为我们要留那个油呢来炒香这个木耳，没有要下去了，等一下下完下去啊，两分钟。
然后我们加点蚝油啊，多少蚝油？一汤匙，一汤匙的蚝油。我们先把一汤匙蚝油放下去。这个是36cm 的蜂窝，我们在 A U Booking 大买的，啊，拉勾妹的牌子哦。我先把拉勾妹的 link 呢发给你们，你们可以直接上网购买也可以。因为现在呢，各大商场的 retail 很多还没有开，你可以直接呢去他的网址直接订购。如果不会下单的粉丝们呢，可以打给他们的 customer service 询问哦。我先打给你啊。它的蜂窝呢，不单储存呢有2年保价，锅身有10年保价。记得购买的时候啊，要把盒子里面的包括记录下来，然后去给金色保家。我家没有小孩，一个孩子还没有女朋友。这个蜂窝36cm，36cm，是香肠焖木耳。继续，你刚加多少水？你刚加多少水？一杯啊。一杯水啊。250ml 的水。Hello， 放完好。进来点，要不点位置。木耳，香肠焖木耳，我们加4量的盐。刚加了一汤匙的蚝油，4量的调味料，翻炒均匀。香肠味道很香，嗅到香肠的味道。我们咖喱鸡可以拍照了，拍咖喱鸡的照片，来带你们去看煮好的咖喱鸡，在这里。今天就放毒了哦，吃咖喱啊！它煮起来颜色很美哦。你也忘掉。哦 ，Germany got interview， 看它的那个。啊，那个马铃薯很快气，那个。对，我们加了125ml 的蛋奶。来拍照，一定要拿那个湿布一下。那种小猪下去也方便。来，湿布，这个你可以在重播里面找到啊，或者是你加入 Telegram， 然后呢，可以明天早上就会收到湿布。有啊，收，没事，下个台来喝。好，好了，师妹你穿粉红啊，今天穿运动衣，粉红红运动衣，小心烫啊！赶紧讲先，因为那个沙包是。喂，妈咪你不要喂，粉丝会吓到。你喂了不是吓到粉丝，不是吓到爸爸。来，好了。我们今天的咖喱鸡完成，等一下，妈咪拿这下。一二三，鸡鸡。好，今天的咖喱鸡完成了。爸爸来了，给我炒面。好，爸爸帮我们拿咖喱鸡去放哦。我们现在准备炒面了。安迪秀很可爱哦，吓到大家一下。班长，请你喂。好，我们炒。哎呀，不行，要炒面呢。你要拿一个炒哎。把黑色的来了，给我来。给锅炒面来，不要锅气。有那个特地煮干的，因为那个 potato 会吸汁，所以呢，给它吸到空空。给它吸到呢，给 potato 完全吸入那个汤汁，浓浓的。然后呢，等一下可以用咖喱。我们再把这个木耳焖一下。你要搬这个冰啊？用了再冰炒可以。来，因为它遮住。
怎样加 Telegram？ 等我一下。好，只有新粉丝在线上。现在我把那个 Telegram 给大家。先跟我们讲啊，好，我刚才把炒香好的那个香肠下锅翻炒一下就可以了。又要铁打架的声音了，决定要把声音调最低了。等一下，那时间掉了多少钱？刚刚还有几啊？啊！我要准备把声音关小了。好多半杯啊，125ml。汽水哦，中间嘛，感觉到没有中间一样。好，准备炒面了。炒面，炒面，先炒几碗面。好，把葱头油加下去锅先，我要移一下位置啊。在这边。啊，怎么炒了水？那个面哦，等一下我们要过水哦。煎一公斤的面要过水，谢谢大家分享哦。这边是葱头油，我们先烧热锅先，把葱头油烧热。来，啊，我们呢把这个适量的米粉片片状，对呀，对，然后呢下锅翻炒。哦，他讲木耳呢跟鱼。哎，不是，木耳跟鸡翅膀是好吃。几斤肉？几斤肉？一公斤的面。我们先把鱼饼呢炒香。好了，我们的香肠的木耳要好了。然后我们加入了青椒，我们加灯笼椒了，是灯笼椒吗？妈咪，有吧？那个大辣椒，大辣椒啊，这边有听哦，大辣椒，我要继续加青椒了，我们把大辣椒加下去。勾芡一下，加那个玉米粉水勾芡一下。勾油啊！翻炒一下哦。我们刚才先把鱼饼呢炒香备用，然后这个呢我们已经焖煮好了，然后我们等下加适量的玉米粉水，下锅勾芡就大功告成了。炒面的锅是生锅吗？哪里有的卖？铁锅，铁锅，拉锅面有卖。生锅，对，拉锅面有啊。我的粉丝第一次看到这道菜哦。加一点那个打卤粉啊。我们加一点玉米粉水，勾芡，它就会收汁哦。好了。等你，你走路就拿大脚了。
这个拿上来啊。好了，我们的香肠焖木耳完成。这个锅白色的几大，哪一个？36，两个都36。36。黑色的是36，风锅也是36，也是拉勾妹的锅。这个是我们在 AO 买的，买499，那个是拉勾妹寄来送安迪去的。以前一盘面哦多少钱，安迪？嗯，以前你中学的时候买一盘面多少钱？嗯，应该是几毛？要50仙。50仙。50，都送的啦，都送的，无聊哎，五毛，马币啊，无聊的，没有料的，班长讲，无聊的也要5毛钱了。安迪中学时期，我想一下几时了啊？应该很久以前，身边没有出事的时候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香肠焖木耳，看起来好吃哦。而且这个来骗天津，这大辣椒应该会大，这大辣椒会很大。我放最后，要不然闷了，等下辣椒颜色全部不见掉。以前小学一碗面5毛，安弟你的也5毛啊？小学50仙都有，不会。安弟秀，我在爆炒木耳的时候哦，他们会跳舞，为什么？你要怎样软？你要浸泡软哦，浸泡软。你要软。所以这个是主要是木耳跟香肠，要浸泡给它软就不会跳哈。大概是看你煮过后没有跳的。50仙卖到来，等下我们录完中学出来啊，变一块了喽。喏，中学比较大份一点啊。小学比较便宜，小学才5分哦。以前面便宜哦，五角就吃到饱饱哦，现在。一块钱可能还一块钱都不一定饱。来拍照一下，我们今天的香肠焖木耳完成，一二三几个，好了，来我们准备下一道菜。记得以前我妈说一碗面20仙啊，有啊有。70年代呢还有15仙啊。现在哦，一碗面也有5块钱、6块钱也有，通货膨胀很快呀、啊，没有办法。哎呀，要放哪里的？阿弟姐放多嘞。刚刚开来看哦，调味里面有什么？这个吗？这个只放了盐、调味料跟一汤匙的蚝油哦。我们现在炒面了，今天的香肠焖木完成了。菜炒起来，阿妈有在看戏。买 school time 咖喱米 only 4毛钱。有 same class as Andy 吗？我膝盖原来在 KL 啊，Andy 在 Labis。好，我们先把菜心呢炒香，到肚子饿了哦。好，准备炒那个面了，看到肚子饿了。我们刚才先把鱼饼炒起来，还有呢，菜心也炒起来。加一碗水，我们250ml 的水。我们先把黄面呢过水哦，然后把炒香好的鱼饼，炒香好的鱼饼加下去哦，然后加蚝油一汤匙。安迪，你中学是不是穿裙子的？应该都是穿裙子吧。然后加一汤匙的生抽，来调味一下，看一下多少。
加适量的晒油，哦，五妹来了，五妹我们煎炒面配咖喱鸡，还有吃香肠焖木耳炒面，然后一点那个酱，这边以前老不用放黄牛啊，两汤匙的生抽啊，我们今天放的是那个 Angel 的生抽，两汤匙，还有呢适量的晒油，一汤匙的蚝油，炒面，再过水就好了。我们过水哦，这个一公斤的黄面呢，我们过水。阿爸 OK 一米。还怎么没有换？还怎么没有换？有啦，阿爸不是有偷吃的，阿爸偷吃的，阿爸好像也会没有吃。阿爸很爱吃面。好，我们加适量的晒油哦。我们以前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子，家里这样炒一个面哦，可以吃整家人。酒味啊，以前中学裙子什么颜色？好像是蓝色哦。蓝色啊，蓝色的衣服了。一个都是蓝色，看起来不是很多嘞，一公斤很难呐，因为这个36cm 的锅，看起来36cm 的锅显得我们的那个看起来不多。够黑吗？够黑吗 ？Pink color 哈，班长，你中学是穿 pink color 的哈？一定要试味道，够黑了。然后再把菜下锅翻炒一下，简简单单在家里炒面吃，还有煮饭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们撒上适量的胡椒粉，跟现在的一样哦。对，现在也是穿蓝色，我那个年代好像也是蓝色。我的年代也是蓝色。OK 啦，蛮多啦，它呢烫到那个汤了，它就会膨胀。请问粉肠有苦味是什么问题？那个黄色你不要放下去，放下去人家会煮。黄色是什么？里面的那个内脏啊，那个什么膏啊。啊。所以它黄色你们就直接不要放下去了。不要放下去啊。黄色不要了。非常多了。多了 Yummy the fried noodle hungry 了，不用放葱头跟蒜末吗？用啦，还有那个油，我们有放那个葱头油来炒哦。那我们简简单单可以炒一个，你放蒜，放蒜下去咯，也可以哦。我们刚才放葱头油 OK 了啊，好了 Nice to the炒面不要放盐啦，那个酱油啊也咸，蚝油也咸，嗯，没有放盐了，所以不用再放了。我关火了啊，来拿上来。颜色没有。锅很烫哦，大家注意那个热度。
一公斤下完，多不少啊。那个面是有咸的，兄弟加盐加一点那个酱油跟蚝油 OK 了。现在就是这样子哦，炒一公斤可以吃全家人了。对，一公斤可以吃蛮多的。这个是黄面，对，黄面。黄面我们有过水了，来下锅炒。好了，就是美美一盘的面，炒面，来。来。一二三，我们今天的，嘿，没妈咪做我嘛。我们今天的炒面完成，来拍，容易又经济啊！一二三，安迪讲，容易又经济。好了，我们最后呢，让安迪秀跟我们一起做招牌动作。拜拜，叮叮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餐。Have a good dinner ahead. 拜拜。可以去穷播里面找食谱，也可以去 Telegram 找食谱。拜拜。今天的香喷喷的炒面简单又易煮的，可以在家里尝试哦。明天可以周末煮来试试看。